等媳妇睡着了，一个人的夜晚到底有多爽？配菜搞里头，螺蛳粉浓汤搞里，炖豆角木耳萝卜搞里，灵魂深水白醋，腐竹花生味辣椒醋。我不爱放那个，我嫌它不辣。依旧是这来个炸弹，撒上灵魂葱花，开始。这炸的西麻辣汤汁太爽了。半夜十二点，外面下着小雨，在屋里吃螺蛳粉，这种感觉你们能懂吗？太爽了。非常非常浓，配上这个白醋还贼酸爽。这个米粉真的贼爽滑，那怪不得我媳妇爱吃，我也爱吃。这一口谁不想吃？我媳妇要是看着，都得从床上跳起来。这一口浓浓的汤汁，他这个酸笋包真的贼过瘾。吃着香，我没吃之前我非常抵触这个味道，吃了之后让我无法自拔。没吃过的真的可以体验一下，看这个炸弹有没有食欲。你干嘛呢？在下边这么臭啊，是不是又偷吃我螺蛳粉了？没有，我肚子有点疼，上厕所呢。该上来，大晚上不睡觉啊。行，马上啊。想吃的家人们，视频左下角拍一发九。